哎，你要干啥了？来，上来！吓我一跳！你谁呀？这水库是我的，你说我谁？老板是吧？对，不是，我想看看这个冰多厚了，我想来这冰钓。你俩不要命了？现在冰钓？这个时候不刚好吗？你看这么厚的雪，底下都结冰了。就这个地区啊你先别说结不结冰啊，根本就不能冰钓。不，怎么不能？我就掏个洞，就一小洞而已。不好使啊！有钱你们上东北去钓，好吧？老板，那东北不是远吗？1000多公里，商量呗。我多给你点钱，我就玩一会儿，我体验一下就行。你没钱钓啥鱼啊？不是没钱，你说话怎么这样啊？这老板，玩一会儿吗？我多给你点钱吧。不好使啊！就不让玩。对，有钱啊，你们去东北玩啊；没钱，你们在这也别霍霍我，好不好？你们出点事儿，我可不负起这个责任。别说话。知道了，你这老板怎么这么说话？那我们走，我们走。那他慢走不送啊。钓冰钓还得去东北，去东北！你他妈都说咱玩不起呢，怎么还到东北了？还说我不能来东北玩，玩不起！我现在在吉林省梅河口市海龙湖的钓场，你们自己看看，我玩的真不真实？全是帐篷。2天1600公里，我干到了，帐篷都有。这是个钓场，咱直接就在这开干，就在这钓，好吧？走。哇塞，真是名不虚传啊！来东北冰钓，第一件事进来就得脱衣服，这里好热呀！这小炉子烧可暖和了啊！吃火锅也能在这吃是吧？能。来吧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，都准备好了，再钓就行了。今天可以啊，这小漂调的不错啊。我听一个老师傅说呀，冬天钓鱼一定要勤够，因为让这个饵动起来，鱼更加有这个吃的欲望，所以我现在在不停的在逗，两三秒逗一下，哎，接口，你看就这么轻轻一逗。来了，这什么鱼啊？哇塞，我看到了个影子。我看到它了。多大的鱼啊？跑了。这老板这看冰眼看这么小，你说怎么办？真是。你真上个好几十斤的鱼，你真上不来呀。他也不想让你上大鱼啊，关键。啊，走过最多的路就是水库老板的套路。没事，我有办法，我就这么慢慢溜他。我等他一点力气没有的时候，咱把他脑袋顺上了就好了。差不多了，起，漂亮，快准狠！哎呦，我的妈！速度要够快，一定要够准，不然的话它上不来。这咋整啊？它装不下呀，这个桶。装不下也得装啊，不然的话这个鱼不牺牲了吗？来，快，杨洋，拿我手机给我拍个照。哎，你啥时候换的新手机啊？挺贵吧？不贵，这是我转转买的二手华为 Mate 40 Pro， 比新机便宜2000多呢。该省省，该花花，没必要啥都买新的。是呢，现在还挺多人用转转的。转转呀，它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全面检查，比一般的二手都要靠谱。而且买回来还可以先试用7天，不喜欢直接退。我半年前在上面买的哈曼卡顿，到现在还好用，你也可以去转转。好嘞，那我也去看看。嗯，漂亮。又来了，这个不大，这真好玩。哎，我看着挺好玩的。这什么鱼啊？小柳根吗？哦，有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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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有力有力有力。什么鱼啊？看见鱼了吗？没有，水太清了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都给它带上来了，结果它看到我了，好像。哇，这个鱼又不小，黑黑的。漂亮，鲫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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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出来吧！哎呀！啊 ，OK， 看看，可以，这么大的鲫鱼，可以，来，把箱子拿过来吧。哎，搞里头，我就说嘛，箱子哪小的，谁能想到我这么大的鱼啊？顶票，来，哇、哦，中鱼了，大鱼，还挺有力。慢点啊！你哎，哦，你看我这，看我卸力，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？啊、哦，是不是那个什么鳟鱼啊？听说这边鳟鱼挺多的。哇，这个过瘾。你说我要钓一条比这个洞眼还大的鱼该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没事，我先给你捞。那就尴尬了。我看看你。哇塞！我看到了，是个大鲤子，你看我的洞眼真的比它大，这怎么办呢？
给你捞吧。你别扯淡了，这冰一米多厚呢。哇塞，他就在我这游，我怎么给他弄上了呀？这下完了。不，你等会儿，我得给他卸没力了，一点力没有的时候，我估计就能慢慢给他带上来。正口，正口，正口。我请，我请。哇，这么大呀！哇塞，这是真没力了，这个鱼。我秀六的小钩啊，就挂这么薄薄一层。哇塞，你看这条鱼，这么大的肚子。哦，谁能想象到，在东北大冬天，外边零下20多度，竟然钓一条这么大的大鲤子？我猜我窝里应该还有鱼，快继续继续。哎，哎呦，哎，漂亮，中了。嗯，我这挂底了吗？挂底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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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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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稳当的。哦。这条应该这力度可以啊，好幸运啊！哦，这是又是一条大鱼了，这我好像看到它了。哇塞，稳一点，稳一点，还是老套路，得给它溜没劲儿了，不然这个冰口真出不来。哦、哇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条鱼，它这个在水下太漂亮了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看着了，看着了，不到，这是冰老清晰了，这要怎么办呢？我知道，我抓他，你能抓？你抓他，你行吗？快准狠啊！我给他带进来啊！快快快，抓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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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、啊、哇、啊啊啊啊、塞，溜没劲了，这是真没劲了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你看。要玩这个鱼都冰手，哇塞！哎，这都是大鲤子，这真装不下了，爆香了，爆香了！哎我的妈！哎呀、啊，装不下了，我袜子全湿了，这真装不下了。说真的哈、啊，咱来到东北，真没想到能有这样的鱼情。我提议，不行，咱俩找个东北餐馆，来个酸菜鱼加工一下吧。行。挑那两条，然后送我大姑家去。我大姑大婶都在这儿，行，咱给他送去，好不好？妥了。来一趟东北不叫了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好相见。这儿的老板还算挺讲究的，毕竟咱们钓了这么多鱼，你看人家没来吵咱是吧、嗯？那咱就收拾东西，赶紧收拾走人。行，走吧，好吧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吧。哎